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进行主题阅读性别平等课程下集，学习的要点有阅读理解文章中性别平等的相关意涵，延伸思考性别平等相关的概念。 Let's read for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Remember to use the strategies you've learned. 性别平等阅读上集进行到第二段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将它摘要一下。像 Tanzania 这样的国家，水是很难取得的，没有水，女性要去取水，因为去取水就没有办法上学。而这个现象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我们接着往下读。第二段第二个部分，按文句意思也分成两小块。Knowledge is power. It's not just words. It is a sad fact in real life.我们看到 not just, it is, 可以推测接下来要呈现什么吗？会环绕这个主旨，说明 knowledge is power 是令人哀伤的残酷现实。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举了什么例子。这句是说 with less knowledge, they can hardly get well-paid jobs. 没有学习，高薪工作机会少，只能从事长时间劳力工作，却得不到多少薪水。No voice in important matters 是什么意思呢？ No voice 不能出声，重要的事情他们是没有发言的权利，也没有决定权，没有人听他们的，连嫁给谁这种人生大事都不能自己决定。所以通常只能嫁进穷人家，也缺乏育养孩子的钱跟知识。 So their children easily die young. 侥幸活下来的孩子如果是女孩， their daughters will grow up poor and no power just like them. 幸运存活下来的女孩还是不能脱离这样的命运，是 lucky 还是 sad?这些妈妈们会看着自己跟女儿的生命循环无能为力去停止或改变。我们把这一段做一个总结，列举残酷的现实来说明 No knowledge, no power。 我们刚刚看到了 No knowledge, no power 的一连串现象，它是一个结果，原因在于没有水，女性要去取水，那就无法上学而造成的这一个结果。没有水是一个大家共有的状况，可是这个 sad fact 并非发生在所有人身上，而只发生在去取水的女性身上。从以上的文章我们读到了一些讯息，请看一下这一个图。没有水要有人去取水，去取水的人不能上学，不能上学就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就没有权力跟能力，没有权力跟能力就越没有说话的余地，在这个循环下永远都是女性去取水，而被剥夺受教权，不能去上学，进而产生这个循环。这时候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 Do you think it's fair that girls should get water, not boys? 这么多的现象当中，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saddest thing? They have to watch their daughters grow up like them. The same things happen to them, to their daughters and their granddaughters, like a never-ending sad story. 你呢？ Women have no voice in important matters of life. I don't think it's fair. It should be a basic right. A basic right, 基本的权利。这种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只发生在像 Tanzania 这样的国家吗？那我们来听一位英国女性在联合国聚会中说的一段话，作为今天课程的总结。想一想，为什么她这么说？有观察过她所提到的现象吗？课程结束之后，请继续思考哦。首先他说，我来自英国，我认为以下是女性应该有的权利。
应该跟男性同事同等薪资。女性对于自己的事应该可以自己做主。对影响生活的决策有发言权及决定权。应该受到跟男性同等的尊重。而令人难过的是，世上并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达到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 性别平等。本次课程到这里 ,Hope you enjoy the lesson. 其他的主题阅读请从知识地图找阅读策略综合运用里的主题阅读。拜拜。